先说，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很美好。你的想打球对不对？是不是想打球？为了一个事情，你要可以从中获得快乐。你现在没有吗？我现在也不错啦。我很能忍，你也很能忍。今天我们这是我跟小曹的事情。我也很能忍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秀伦硕，我在夏日的柠檬草里面饰演的是柚子杨宗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牧，在夏日的柠檬草里面饰演的是王小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佑宁，我在夏日的柠檬草里面饰演的是陈毅。你还几只吗？好巧，你还遛狗。好巧，你还遛狗。你让大傻干嘛？医生，狗要死了啦！再跑啦！我喜欢的人，喜欢的人的狗啊！喜欢的人，喜欢的人的狗啊！李牧、曹佑宁、娄俊硕三人在夏日的柠檬草中上演甜甜的初恋，年纪相仿的三人私下互动也超有趣。现在来考考三人的默契到底如何呢？这边是最多吗？那我觉得我的应该会是最多。我也觉得他的会是最多。但你们两个我觉得有一点难。3、2、1。我但是但问题是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，但其实大家都不太屌我，只是这个状态。我分数差不多是介在这边。我的存在感非常低，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常常不上去上学。那你就继续待着。对，就是球队真的很哦。哇，那你们就是你们两个谁比较低耶？我觉得我现在在比谁更哀人，就是只有同学认，就我同班同学认识我那种。但你打球还是会有人。对啊，就是大家喜欢看你打球。对啊，我们球队在学校算是蛮受欢迎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就这样 ，OK， 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就够了。是问个人嘛？这样就够了。对对，好好 ，OK， 我觉得这样，这样吗？对，3、2、1。哇！三下去。我以为你写一个极低耶，三十是什么？什么五？就对啊，他认识我啊，就这样啊。哎，30跟20谁惨？这波他亏。来吧，好了，干杯！祝夏日的柠檬草破亿，破亿！他甜的，他比我好。阿后进来了。这其实是好喝的。这其实是好喝的。我怕酸。哦，对。我先说，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很美好。你的想打球对不对？是不是想打球？就是你在追逐梦想的开始的时候。我也差不多。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很简单，不是很简单，就是很单纯的，为了一个事情去努力，然后可以从中获得快乐。你的话好沉重，你现在没有吗？现在也不错啦，最小。好，我应该是站在这里。你站在那里？我觉得。是年纪最大的一次。应该是这样，你们不要好哦，你说的哦，绝对是好啊，不然我帮你喝那杯，没关系啊。好，3、2、1，OK， 完美，来接受另外一半疯狂式的亲密，我很能忍，怎么可能？你也很能忍，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有点难哦，你先去后面呢，你先去后面，这是我跟小曹的事情，我也很能忍，完蛋，又要喝。好，我觉得我可以站在这一边呢。哦，这边那好，那这边给你。我觉得我甚至可以站去那边。你血够大吗？对我来说，其实应该也很大。那你站这好了。好。3、2、1。其实好像有一个乱对，哪一个？对啊，对耶。对啊。是有乱对。要讲一下，你为什么那么可以忍？不是，你不觉得看一个人一直碎碎念，其实蛮有趣的吗？就是想说，哦，还可以再讲。那是因为你爱他，爸。但我奶奶也蛮会碎碎念，我爸也蛮会碎碎念，我妈也蛮会碎碎念。所以你从小就是被念大的。就是会觉得，哦，还有新的话可以讲啊，他记得这件事情哦，然后或者是我回一个好，他就可以。我不
住。继续讲下去也蛮厉害的。龙了，你最常被念多久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会自动忽略。是不是就是会有点關？就念我对我会自己关机这样子，而且我会一直就是无意识中，然后会说哦，好好，好，然后其实完全没听进去。最近吗？好像没有哎，还是我关机了。我是六千秒，六千秒是十分钟。我本来是心里面是想十分钟，但算数有点问题。也差不多长了。三钟六十秒，对。好，前面念可能我会有点反驳，因为我有时候很固执的时候会一直反驳，但反驳到久了之后好像。发现对两个人的关系，或者是双方的关系没有这么融洽的时候，就会选择安静，这样。但就是像我刚刚说的灯柱。最近有被忘记念什么事吗？好像没有。所以你们两个不太会去顶嘴。不会。心里就在想这首歌哎，王心凌《那年夏天宁静的海》吗？答对了，哇，好强哦！要不是会唱吧？那年夏天，我和你留在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是这首对，直到后来，百万上李金莹，海滩上布夏季到布摆开 party 到泰国玛莎，唱少年的主题曲。这。来去夏威夷跟 feature 楼去做版本。知知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也宁静的夏天。王心凌宁夏吗？宁静的夏天。对对对，歌手。啊，宁静。对，梁静茹。哦，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。很强哎，对吧？很棒很棒。现在是1-1。我还有一个作弊分，真好。决胜，决胜。好。阳光海岸。好，周杰伦。让我们乘着阳光海上走了，心脏目光。我从第一题就一直在等这一题。加满一题，加满一题，看谁是最输，好不好？好。大过雨的夏天，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，黑马星星都吵醒，月光晒得很凉快。第一天，孙燕姿。对，那时候我不直接放副歌就好。因为夏天啊，就是歌词夏天。然后刚刚是开头。看来就大家都到那个第一天的时候，大家才开始才进入歌。小潮一分，李牧两分，娄俊硕两分。大雨的柠檬草，下雨的柠檬草，在8月2号说不出口的爱，是我草有你李牧娄俊硕一起演的，一定要支持。快来看，赞，谢谢。麻辣烫帮主整理报道。